有东张女神之称的何佩嘉，在香港小姐再竞选赢得冠军和最上镜小姐之后，就备受无线重用，上位神操。事业顺风顺水的她，爱情亦都甜蜜蜜。根据她的密友透露，她和星三代梁顺燕的孙阮浩仲拍紧拖，围内的朋友全部都知道，而他们都已经交往了九个月。欲知更多详情，请留意最新一期《东周刊》和《东周网》啦。